随意的交掉了自己的 DF。为何要止步于此呢？将源远流长。我们需要休息一下。嘿，搞笑的很，这个。其他女皇也都将溃败。搞笑，搞笑。战过后，伊莱西亚全境都将知晓我的威能。单杀！我们这边没前排，我有的，我要有这盘，我又要当前排了。这盘还是要出那个叫什么？石像鬼，石板甲。我的皇冠可以鲜血。权力本身就是武器。扣什么问号？帅！手握大权，我最喜欢的环节就是问罪杀头。这兄弟心态要崩了。兵线没亏，还好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我的计划总是看到三步以后，但也仍然欢迎意料之中的惊喜。什么情况打 AD？ 什么情况？就这种情况，没有前排的情况。没有前一块的情况，我出 AD 啊，性价比高，性价比又高又虚浮。女皇之力不容置疑。只有拥军才会刀下无情。半笔的用炸。
啊，被扫到了，很可惜。再来看你是红砍还是蓝砍啊？他们将为皇冠洒下鲜血，我以迫不及待。皇冠，我早已相信。还剩六级了呀！我吃个吃肚肠，我想吃个肚肠，什么都不想干。哎，这妈这几个小兵不出来。这些小兵。看着没大了，我的统治坚如磐石，我的意志忍如金刚。我舒服得很，他想跟我打，我不想跟他打。为什么不越？不好越。我想吃个肚城，我没那么贪心。把他发育的，我领先他两个人头，急急什么？我领先两个人头，我没什么好急的。他现在是劣势，他是攀升，你别忘了，他攀升前期要打优势的，他没打出优势，他还是劣势。我还两个头领先他，我还大优势，他有多急？他急死了，他现在，我只要不跟他打，他就很急，越打越急，时间越打越拖，这就稳赢的，没必要去跟他打。万一他来个岩雀飞个大招过来，给我带走了怎么办？只要我现在稳住，等到我破败出来，我逮到谁谁就死。我现在只要需要发育出我的破败，先肥的一批，我并且全吃，还吃了个肚城呢。哎，不跟你打，我打得过我也不跟你打，我就是稳，求稳。这波可能会逮得到他，忤逆女皇就该当死罪。这波可能打得过，哦，这波我可能打不过他。来把红豆 Q 用了先。他这波把技能交了，我就有机会了。啊，这波现吃了炮车了，破败了。破败了。现在基本上单挑一v一，谁都打不过我了。基本上没人打得过我现在。
我是斯奇玛的女皇，为何要这样？哦，这中期会有点难受啊！我上单零杠四了都。太好了，不知道吧？错了，他们这个阵容太好了呀！他们这个阵容比我们这个阵容好太多了，我也扣不了字。我操，对面石头人、牛头，我们这就个塞拉斯，海影还红凯，还好还好。我是想让红凯的，红凯出肉一点，不然没得玩。其他女皇都想毁了。海影可以出肉装吗？海影，那搞个什么血手啊，或者狂徒？哦不不不，不是，冰心啊这种装备。那有些时候得出呀，没办法呀，像这把游戏。喜欢的环节就是问罪杀头。哦，会玩。女皇之命。出肉一点，我出这个。当然出魔抗多一点，
敌人要是把大招放了的话，就玩不了了。这是计划的一部分，血女腥风会等着我的。这样肯定损一些啊。啊，他死了，只要我粘到他，他就死了，他得交大招。哎，这次很聪明啊。好，扛得住，扛得住。女皇的撤退必然是战术。猛猛猛，兄弟们！欢迎任何人来挑战。
Wait.